爸妈不会认为我们是一个伴侣，那是婚姻关系。妈妈 ，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now to declare that you are lawfully joined together. 我国的婚姻法规定，只允许男女双方登记。单身女性不能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相关手术。中国人最大的一个惧怕，其实在于成为少数派。真正的勇敢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怕，而是我知道我满怀恐惧，但是我仍然要往前走下去。